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同。我在这个时候呢，想祝大家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步步高升，然后身体健康在此，因为这真的很重要。然后呢，另外我想说，对，我们现在在录影室当中工作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新年的时候，我其实是要帮人还歌债的，有好有不好了，就是好就是说大家可以很快听到我帮别的歌手做的作品啦，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旁边有 Derek， 好，哎，不过等一下，他不够，他今天没有穿红色的东西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啊，就是这样看啊。你看到吗？大家看到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就应该这样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就有新年的这个气氛在。所以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。